猴哥不甘让与，浇灭我对日出的期待。明明在倒雷，他都要摇太阳，那把太阳摇出来了。为什么要回去？我们当年就是那个地方去拍的。那都是，我的丛林，我可以飞呀。那么快？你都问我啷个要上去啊？有啥问的嘛？你想走哪儿，我就陪你走哪儿的。我去。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因为在你身后有一位永远支持你、爱你的老公。来的。他耳朵的合辙让邓静再次放下了心里的不安。爱就应该在一起，他照顾我，我努力的去跟病魔斗争，然后能够陪在他身边，陪孩子长大，这样子，加油吧！邓静，嫁给我好吗？我很大声的，真的。他说嫁给我，那一刻我就泪流满面的。绷不住了。我看何子生在现场是哭了吗？何子生在五岁的时候，他说你们结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请我？虽然说家嘛有吵闹，但是也有美好的一面。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何子生来讲，他是可以看到他的爸爸是怎么对妈妈的，然后他以后也会怎么样去对他的媳妇。